纳全代会抢搭世足风潮，县市首长参选人踢球射门，年底选举通通要得分。最优秀的在地子弟陈其迈，不过这一身装扮好眼熟，不就是本届德国型男球员装扮，西装加上 polo 衫，招牌的第一个纽扣特别扣起来，给咱们民进党未来的县市长们穿，身材格外厚实。是九分裤，所以他整个抓得非常得正，蹲下去都有点困难。大腿跟小腿就是很贴身，有点担心会不会崩裂开。还好吧，我不知道别人啊，我的看起来会很紧吗？感觉好像真的太紧了点。不过讲到裤子装扮，总统蔡英文在共事营谁不提，就提咱们的民进党总召柯建铭没日没夜守在立法院。脑中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总召穿着短裤三更半夜在立法院的前面，旁上的国民党的委员说你们还好吗？而原本全场关注的就是前总统陈水扁，原先透过脸书表达要专程北上尽党代表义务，不过最后喊卡。咱听到姐姐，咱的先进同志对咱有无同款的指教，我相信因绝对不是咧唱衰民主进步党，而是热爱我们的本党。以录制影片方式表达对民进党的支持与诉求，也避免额外争议再度成为对手阵营攻击的焦点。三立新闻陈斌、陈彦豪台北报道。